请收看《卫星世界风水情景》。各位善信大德，及十方法界有缘无缘有情无情众生，阿弥陀佛。咱这节咯继续过来讲，风水真经，吼、哦，风水真经即、這个，叫做风水五条观。咱呢风水五条观，我为何详详细细来？强调呢，因为我体悟到过去啊，好对这风水开始拄咧学的时啊，拢是讲学讲头壳疼，啊就摕迄个啊种止疼丹，好食头壳疼，啊脚酸啊就好好食迄个啥止酸的。那么这是暂时尔，各位学习这嘛是暂时啊，好，必须要将过去的拢是暂时学习。知影我有这个物件，所以现在呢，我将这五条观呢，甲这禅面呢，佮讲较佮快，甲有息息相关的呢，互咱了解到底啥是风水。啊，风水对咱心灵影响有啥物厉害？对咱徛脚有啥厉害？身体的健康、思想的，是咪有啥物影响呢？所以，吼，我就来详详细细来讲呢，希望各位啦，咱来，咱的静心来甲共同来参考来听。好，凡事啊，眼睛在听嘞，感觉真正大数无啥物注意，哈。但是诶，眼睛遮嘞，拢是以后奠定出去，我要讲足侪遮诶妙法啦，哈，拢遮遐基础，啊，基础你无拍起来，面顶嘞无可能贴悬起来。所以真看面的基础贴有看嘞，所以接起来会阿摆愈悬。你若看诶基础嘞？嘛是结结咧，就放落。所以各位啊，咱来共同伫正面吼，也是在借这个电视啊，啊中间呢来传播，来结这个善缘，啊结这个善缘，啊嘛是结着未来生的缘。啊，希望咧各位咧，咱结这缘以后咧，咱未来生生生世世这个善缘啦，咱能够继续个结。啊，希望咧各位的家庭啊，充满到欢喜。哈，幸福、光明人生。咱各位同修啊，哈、啊，善知识，咱人在世间上啊，咱人在世间上任何一个场所的所在，也是这时间、什么时间内底，哈、啊，对这世界上的人、事物啦、啊、人啦、啊、事啦、啊、物件啦、啊、等等，啊，拢是以实际体验为本。拢是实际体验为本，即句话真重要。实际体验为本，哈、哦、为根本。咱若是若无以实际体验呢为根本的时啊，你可能呢学习任何代志诶，就无法度达到即个彻底。咱个爱要随时冷静参透目前，那参禅啊，目前生活呢，日常生活即个中间呢，点点滴滴、点点滴滴的品味。好、哦，咱若讲是一个呢，咱所住的周围环境啊，咱爱品味。比如讲，咱台湾虽然有钱，目前是真有钱，但是咱所住的环境啊，并无受欧洲国家因的设计这品味。欧洲一个像瑞士啦，吼、哦，迄、那个遐的周围生活环境呢，伊这品味呢，确实呢。对，是真真正正对心灵大心境开朗，
所启发出来，启发出来，所来这个所建立起来成就的，迄就是净土。假使咱一个人心胸真狭隘啊，心胸不开朗的时啊，心胸不开朗，那一间厝咧必定来滴乱糟糟，乱糟糟变乱修，好，到尾就无够一间厝咧，那是笨手人。安尼心情、心境啦，讲要乱顺时是无可能，好，心境无可能。啊，家内这间厝内滴精气、正气啊，这个精气甲空气一定充满到黑暗还是漂浮。尤其咱唔通一直在往天上啊，遥不可及啊，啊，虚无缥缈，哈、啊，迄、那个叫做半空中的幻想的世界去做白日梦，哈、啊，咱真侪人啊，也拢脚都无一位好踏，哈、啊，就开始咧，你计划讲，哦，我要对天顶去，对到遥不可及未来安怎？那比如我最近啊，有一个哦，就一个道场，当时啊，按什么？要来好啊，甲开发这个文化。可惜呢，这个因时机也未关，也未搞个关系呢。好、哦，我所以未当我啊，真正积极来开发。啊，但是呢，这也未开发进程呢。啊，在真只一寡来动手啦，吼、哦，在共同参考时，拢未就咪讲哦，我这已经以后呢，要啊换周围，要拆爱啥，要设计啥，就安那安那，计划一大堆，足大堆的足济呢，看起拢包天包海遐大。但是现在一点厝车都无，那立足点都无，立足点都无，无一个立足点，哪有可能谈以后呢？无可能的代志。所以咱罗总师尊啊，甲提醒，你的现在都基础都无，无一个车所在，你甲你讲无山平了吼。那无立足点的时啊，无可能有其他。拍滚头，你嘛爱先有砸嘛，互你砸嘛，砸到住。砸嘛徛一条，你唔得手必须画刀，你要什么曲线才画刀出来？那无是无可能。所以啊，咱有咱西洋嘛好，还是中国嘛好，咱的家庭是一个避风港，家庭是一个避风港。好，咱做太太呢，这避风港内底一个航空母舰，航空母舰的掌舵者。好，所以这家庭嘛是避风港啊。当你伫外面受了刺激，受了一切也不调和，哈、啊，受到打击种种的。当你当在厝的时啊，你就爱甲化为讲啊，我今日是人生体验着，体验着这实实在在三个苦，打击方面的苦，我已经体着啊，体会着，我当然欢喜心，欢喜心一到厝就放下，爱以伫家内的生活，以家庭的生活为准，以家内生活为准。常常啊，我的太太讲。伊讲你安尼外口下些代志拢无爱华知，吼、哦，啊，转来安尼下就拢，那讲也无讲，我就伫边仔人遐知。我知咯，我既然若转来厝呢，有需要我甲你讲，若无需要讲，你无法度去接受，无法度接受这个烦恼的事啊，无法度甲斗受的，无法度接受烦恼，造成你心理上呢，一定会惊吓出来，会惊吓出来的事啊，你必定呢，你的人生时时的心内那是。一粒炸弹。所以，一厝咧，一家庭个另外一家庭个生活环境，外面个环境，好，公司个环境。这就是讲，咱若爱了解讲体验，所有一切体验呢，爱无拢是无同款的立场内底啊。咱来有体验这一点的是相信的，咱啊的人生啊，才有法度过着讲啊真正有自我的人生啊。啊，咱一般若讲要立立国，现在要立国，也是要做一个民意代表。你要一个立国，你改革要改革，一定方案要先出来。改革的方案出来，经过呢再三的考虑啊，再三的顾虑啊，来计划啦、规划时啊，才有法度踏入有一天我就要治国。那无这个先治国，无这个计划时啊，干那想，假使有一天我若做民意代表、做县长、做市长、做那镇长，还是做总统嘛好，假使我一天有啥个事，我要安怎？这种
就当好说，现在立足点都不徛着，立足点不徛着时，你根本都要讲起来拢白讲啊。这是故意啊！哦，我提供各位做参考。咱日落在事业嘛是共款，咱的人生一定如来先有一个立足点。立足点是一个家庭徛点，徛点徛，我有一个家徛点，你才有法度发出第二。因为有一个家，心才会安，会安者，你才有法度心灵的蒸汽啊，心灵的蒸汽的根啊，才有法度普照照出来。所以顶日啊，我刚刚讲到这个空甲色的法则。各位在修行，修行这里如何让心灵的太阳更得出来？咱呢平常时就坐呢，也是嘛，也是你状况嘛好，讲嘛好，时时的观赏一粒太阳伫我心肝窟内底放光，头前放光，后壁规个光是对十方，对十方放出的光，唔是干咱我甲你对面的光，那甲你我甲对面的放的光的时啊，就是咱看电视啊、看电影，拍金光，一时啊就无电影。好、哦，迄个无电器哦，爱注意。因为安尼，太阳一光是十方的，唔是单向。那么，咱时时坐咧观想，我即摆在甲你讲的是，你讲的是，但是我心肝骨内底咧，内底咧，我一嘛本来就接太阳伫内底，接太阳的光一直在放光。这是咱练习修行正气、修行正气、原动力的方法。过去我伫开始学习的时啊。我的这个这个这个这把我观想把我的灵魂啊观想我的出窍对太阳去太阳去哦小红我没坏但是都等下我这能小小不然发个安尼唔对去啊他说外求做回应没好啊给不止安尼我敢膨胀起来膨胀啥太阳个山弄心光扩大来滴安葬呢随时放光哎我还是发个心境祥和心足平和诶。发觉咧，感觉说要生气啊，创啥都卡袂。感觉因为一生气就是黑暗，他人咧不调和，他人咧即个可能一生气诶，把人诶无耻诶行为啊，迄是黑暗诶物件。那么咱就遮尔光一头，遮光会压掉所有黑暗诶，压住所有黑暗。即使我说遮光诶是魂加渣咧，魂加渣诶是，我本身光拢发出诶是魂有风。有其他空气来，伊真紧就会过啊，真紧就会过的时啊，我光继续照出来，这妙法，各位若悟到了，真今日马上开悟顿悟，好、哦，恁呢自己原动力修行的法则，好、哦，这就是讲咱人修行，从调息咱内在的立足点，立足点是哪里呢？在世间的处。在咱思想心灵上，在咱心灵那一盏灯，心灵那一盏灯，心中的一盏灯是啥物件呢？是燃灯古佛。你怎么听到燃灯古佛、燃灯古佛啥人？大宇宙的蒸汽，就是咱的心中的一盏灯，咱的生命的原动力。哟，生命的原动力就是一盏灯，一盏灯就是咱讲燃灯古佛、燃灯古佛、燃灯古佛啥呢？大宇宙的蒸汽。每个人本来不生不灭，咱不生不灭的那一颗生命，燃灯古佛，一间厝嘛，燃灯古佛，哈、哦，对这点的相互间啊，咱佛甲咱讲，伊的老师师傅都是燃灯古佛，好开悟。那么咱一间厝嘛，燃灯古佛，光，哈、哦，我再三的强调，厝内底一根足重要诶。我发觉咱台湾人啊，拢真欠楼梯在行的啊，楼梯在行啊，电脑照射拍五折，哈，猛火，这上错的观念。咱楼梯间在行，楼梯白直直一等两层楼梯啊，楼梯间楼梯间啊，
这个灯啊，你甲创较光嘞，那是龙灯嘞，亮灯嘞，楼梯就是亮嘞，吼、哦，楼梯就是盘亮嘞，盘亮嘞。楼梯就是盘龙，啊，各位了解楼梯来盘龙。那么盘龙呢，必须要有灯，要有龙灯，要有龙灯。你甲再看嘛呢？足济人呢，去因家呢吼，他看。龙这楼梯间啊，电火啦，照射拍嘞，迄、那个家内啦，全袂损失。因为我印证有够济啊，我印证有够济，我去人厝安尼，即几年就几十万人会结缘中间嘞吼。然后嘞，去那呢，去那厝去看厝，看遐尼济，吼、哦，去看遐尼济嘞，啊是，但是发觉嘞，即口罩啦，较袂损失。楼梯间啊，拢电火，拢照射了，飞金菇啊，量无足嘛。量无足嘛，无安足嘛，所以啊，各位啊，你要改变一间厝的基本的方法啦，哦，就是要有龙灯，量咱的主性生命，龙是咱主性生命，好、哦，啊，主性的生命啦，要有光，要有光。那么自身生命，你若无一盏灯诶，整个人生的希望啊，咱就砍掉了。哦，所以可见楼梯间咧，楼梯的电火是偌重要。这叫燃灯古佛啊，就是燃灯古佛。哦，各位啊，咚咚在听，咚咚在听咧。哦，啊，咱若无去了解的是啊，哈，确实都无难免咧，无多对将咱。大的环境来改善。所以那叫立足点，立足点就是光。立足的立足点就是光。光的原点，咱爱立足点，爱是光的原点。光的原点呢，就是希望与积极。好、哦，就积极。立足点，原点就是光。光的原点呢，就是希望，就是积极。好、哦，所以啊，一间厝内底光线是非常重要。好、哦，当然啊，讲了以后呢，电力公司的电啊，可能爱较大，爱较侪，电量爱较侪，但是电量较侪，国家会好，哈、哦，因为呢，百姓生活啦幸福，家内平安呢，哈、哦，迄个咱国家无形中会财产啦，会收入啊，不可思议，所以咱爱会立足点，哈，莫去做白日梦，实实在在去实修去体验。这样是不可能。如果咱若无立足点的时啊，咱若无是脚踏实地的时啊，所以无可能悟道，而且是痛苦的人生啊。甲咱徛起一处嘛，同款这意思。平时啊，咱伫读一段经册的是经文，诵读经文，或者名人的座右铭的时啊，也是迄个开示录座右铭的时啊。咱爱以日常生活中随时注意环境在身边人事物的动态，哈啊，将经文的内涵啊应用于生活之中啊，然后再做对照印证，共同品尝啊，体会空色的内涵，空色的内涵，这嘛是空气呀、啊。好、啊，比如讲，现在
咱面头我这面头前，吼、哦、啊，英华甲春朵两个看算算到安尼，哎、啊，算到安尼拢无接，没有化爱，无化爱，吼、哦、纯真。哦，咱佛佛家咧讲，那佛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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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都、就是没有智，没有化爱，没有计较啦，无惊吓啦，而且是纯真。咱体验会发生伫咱面头前个，拢是咱的老师，拢是在提醒咱的，拢在提醒我们。那甘露拜相这个故事啊，七岁甘露拜相，为什么七岁都要做宰相呢？伊智慧。这就告诉我们讲，讲你讲，咱每个人，咱每个人的这个灵魂是不灭，咱的智慧是过去生就积落来，过去世就积落来。啊，就积落来的时啊，咱这生呢，那顿悟的时，无分是老少年，那无悟者老，食啊老壳壳的时，头脑完了要无死，要无生的。那有觉悟的时啊，七岁会当做宰相。一开锅的做宰相，做宰相，好、哦，这点嘛、啊，各位爱了了解。比如讲，树啊，树啊嘞吼，咱看哦，这丛树啊嘞，你色会发光，光艳艳，金闪闪。咱除了赞叹过这树啊这水以外嘞，咱爱去体验哦。嘿，这根树啊是安尼这水，相信你的空气有足，水分有足，空气是啥？周围无污染。所以咱人生活伫无污染的社会内底啊，咱的生长了会较健全啊。但是诶，生长健全一旦这样树啊咧无污染诶，一旦哪个有污染来的时啊，风来马上就倒去啊。那么体会着，迄种体会着咱人生伫世间啊，拢是有。当咱逆境来的时，就是好多激发伫磨练咱；顺境来的时，叫咱爱注意。好、哦，叫咱爱注意。当时啊，真正哩，才十二年前啊，才十一年啊，咱太上老祖来开始一段。顺风推车上船啊，上船啊，一帆船。好、哦，自古以来啊，一寡啦，诶，好多修行啊，说人生啊，吼，拢会变顺的啦，拢上顺的啊。风在紧在杀的时啊，你莫想讲风顺顺叫啊，一不小心就变顺了。好、哦，顺风推舟啊，上在船那时啊，一帆船。好、哦，真容易变顺去。这就跟你说，咱人生若过头顺的时啊，不要忘了居安思危。接着咱讲的叫居安思危。那目前呢，咱台湾的环境物质上生活较好，但是犯罪率真高。好、啊，咱四月二三，好、啊，咱八十四年四月二三，一拿口为诶，这里叫做36,000人的。杨铁洪水学的方法啊，传话的时啊，啊安排一时间啊，或者总统府主政林永江先生演讲，建立祥和社会。好、哦，一来就提起哦，咱台湾目前有11,200,000人犯罪，啊，爱坐监57,000+人，啊，其他呢，伊会可罚金诶，啊，佫抓无着，佫算无着，看偌济讲。啊，为何经济愈好的时啊，犯罪愈多呢？叫做顺风，顺风啊！好、哦，咱因为有钱，啊，有的人呢出国出去，啊，就叫我是老大。其实啊，哪怕是有去大陆的，讲我是有钱的，是老子。哈、哦，啊，把人看成小子，这都无尊重人性，没有尊重人与人之间的诶尊严。人是平等。众生平等，心灵是平等。本来共一家人，共一个光很大的光环所集会起来。啊，为什么？哦，我出力量，我有钱，我是老子，我花钱的是老子，这都唔对起啊！这都是无尊重家己的良心，爱注意。哦，这顺风刹车啦，刹得准啦，哈、哦，
会并存的道理是安尼。吼、哦，所以目前咱生活伫台湾啊，物质上的享受，物质上的享受咧，无多互咱心安，爱注意。吼、哦，那接咧，一旦有啥物天灾人祸、世俗的变化的时啊，到尾也掠狂，迄阵才会知影惨。吼、哦，爱注意。吼、哦，所以咱啊，伫人生活伫世间内底啊，随时注意身边的涉及咱什么人事物啦的动态。将咱经文的内涵啦应用生活上啊，然后咧再做印证对照，哈、哦，再做对照，咱啊时时诶将佛所讲的一切的经典啊，哈、哦，贪嗔痴啊，哈、哦，三毒，哈、哦，安尼五戒啦，哈、哦，十戒啊，这样咧，咱会当好好啊来大家撇除，安尼咧，我相信咧，咱的人生会过得真正充实。比如讲，经文所开示的贪嗔痴三毒的之生啊，是由无底所生。会贪，哈、哦，会到生气，了到到生气，愚痴讲话愚痴，这三种毒啊，是在做这毒咱的性命。哈、哦，当由咱无底慧所起，咱就是无读册，无底慧，无去体验，无加看，拢秘伫厝内底。当时真侪年前啊，咱的美国太空船飞上太空的时啊。咱有一挂人讲啊，迄好小做戏的啦，哪有可能呢？咱真卡人有诶，就会安尼想嘛。哎呦，迄做戏的啦，迄哪有影？迄就是无智慧就对啦，无智慧就亲啊、嗔啊、痴啊，去痴啊、无痴啊，讲话无智慧就安来啊。这是咱众生的悲哀啊！好、哦，所以咱当咱呢拄着因，会引诱咱的业力，哈，引诱咱的业力现前的时啊。那无读过经文去开始的，就无法度呢。以经文的指标呢，来控制家己的贪念。哈、啊，当咱人贪达到贪未到的时啊，三生贪未到的时，三生就千万百劫万度。哈、啊，当咱万度的时以后呢，这气就得接得闹起呢。哈、啊，障碍那个理智的智慧啊，所以三毒的就起来障碍咱理智无智慧。比如囡仔读册，哈、哦，要考试，每一届来考试来开智慧咧。我看看你很会生气，你当你一生气的时候，你三天书读不下；当你生气的时候，你三天册读不落。你说哎呀，吼、哦，气得半死啊，三天册读不落。因为心量下嘛，我的心量下去啊，下去的时候你智慧脱掉的，啊、哦，脱掉你就愈去轮回啊，好、哦，这就是贪嗔就搞生气，气就无智慧，哈、哦。尤其少年辈子演的啊，吼、哦，侬即现在社会引诱你啊，吼、哦，食毒的啦，吼、哦，啊去拍的啦，目前的飙车啦，这拢是一种陷阱。咱若教书呢，咱无多脱开这陷阱，心若无多稳定啊，会死啊，咱只是困嘛咧烦恼，嘛咧烦恼，舍弃不了，吼、哦。啊，像呢，哇！我来飙车，咱来飙车，啊，飙车几大点的时啊，啊，莫名其妙是安尼三万块银子来，当你爬就车顶来飘的时啊，谁想在徛呢？心念一直恨怨，恨这个社会，恨警察，恨啥？恨的是啊，你先恨的是你心走去，灵魂走呀，换别的魔境啊，魔王啊，魔王呢，来附在你身躯，飘啊，飘，吓落来，死翘翘嘞，做一砖，哈哈。艰苦是你的，脚断是你的，伊做会酸哦，爱注意啊！最近看飙车，我最爱看，哈、啊、哈！我想你这点又过走出事啊！你蒙古这点又过来啊？蒙古只骑马这点你又过来啊？吼、哦！我你这遐紧都来转世，好、哦，那像这条做食毒啊，那有信徒来，这呢，啊你遐紧过来，哈，都嗨呀啦！讲到伊心外火，伊就食毒吸毒，我来食鸦片的啊！清朝时，才紧食鸦片的，迄个叫做转世啊！吼、哦，人表示生未好转世，含遐伫灵魂阴间呐，灵界还未意识还未完全
抹掉是，过去了块钻石啊，啊倒倒到变细只，倒到变细只。哦，这个啊，人要转生轮回的，积一因，现在一因，过去因，拢积掉了，以后都过得造出来啊。好、哦，所以咱这有一个例就是安尼，好、哦，这个我只常常看到，看到这呢，好、哦，会咱人来世间啊，好、哦，这的造成啊，家己袂记得家己的，非常的可怜。我只嘛是感觉真着同情。诸佛菩萨啊，只同情这人，哦，但是诶，咱知影讲，佛佛菩萨的同情啊，表示咱要有救，表示咱要有救，哈、哦，要会当徛起来。咱只是讲，从过现在所发生的问题啊，诶，咱来会当讲，家己起死回生的时啊，这是人生一大诶体验，哈、哦。所以，当咱人发生贪嗔痴三毒的业力现前以前啊，的时啊，吼、哦，咱就紧急叩念戒定慧、戒定慧、戒定慧、戒定慧，戒啥？戒定慧三个意思啦，有真大个作用。咱一个少年吼，伊咧吼，就爱嘛是爱吸毒啊，爱吸毒的时啊，吼、哦，当伊下戏的时啊，我咧戒定慧、戒定慧、戒定慧。戒的贪，我哦想要搁食大，啊，个戒戒告诉里面的心，这都加上咱的良心。我现在怎么戒毒，给我这力量，花这信心，要来戒毒这个食毒，还是坏习惯，还是任何因由戒定的？哦，你贪未着，一直生气，人讲哦一直着起来，嗔的浮动，嗔的浮动。啊，定定的戒定，告诉自己那一颗心，本来迄个心，咱就爱定，自己定。非呢，咱就无需找无路，找无路解决我的问题，迄困难现在的引诱啊，一家的引诱的是啊，无法度非啊，爱有非，叫你的护法，迄就是讲，叫你请你的护法，请你的指导菩萨，请佛菩萨如来，请你的祖先啊，爱来。共同来，这力量给你戒定慧，戒定慧，戒定慧。你不用念阿弥陀佛无要紧，你阿弥陀佛可以啊，戒定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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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会反复的念，足大的效力。哈，这就唤醒本来面目的戒定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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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戒定慧。咱认真来念，安尼是啊，会当帮助一挂迷失去的人。好。是一心的念佛嘛会使呢，菩萨的嘛啊，南无观世菩萨，南无观世菩萨，阿弥陀佛，啊，本师释迦牟尼佛拢可以，南无地藏菩萨也可以。看你拜什么神啊，南无观世列尊，啊，天上圣母妈祖婆，你啦，我太子也嘛好，好、哦，你这是我是提供给各位一个参考。你啦，啊，戒定慧包括十方三世一切佛，拢是戒定慧一切包括，好、哦，你阿弥陀佛、观世菩萨也可以。好，所以一边激发内在的毅力，将三毒排掉，这毒排掉去的时啊，所以这个法是对各位非常帮助的。因此啦，气甲气的存在啊，这个这段叫气，好，这是真气，好，面顶。贪嗔痴的空气，外来，吼、哦，外来或者贪嗔痴，迄就空气。内在戒定慧就是真气、真气、真气。各位啊，咱来去认识一点，我相信恁以后的人生诶会受用无穷啊，受用无穷。好、哦，气甲气的存在，真气甲空气的存在啦，本来就坐伫咱身躯边，甲咱的脑海内。伊将来都无甲咱离开，那是影甲咱随行啊！哎呀，如影随行，这两项呢，你有戒定慧，就必定有贪嗔痴。好、哦，就有贪嗔痴，有贪嗔痴，就是戒定慧，有法有破。好、
又发又破。好、哦，各位啊，我今传这个法啊，各方各位，恁那好阿罗用的受用无穷。当各位有当这拄着这生气的时，他们界一定是去降袂落的时啊。那戒定慧、戒定慧、戒定慧、戒定，一点点戒定慧、戒定慧，这个是买三宝。那呢，这个修心、修心的三宝、修心的三宝、戒定慧，哈，还是修真气的三宝，或者修这个真气的三宝、修真、修真气，哈，修心、修真气的三宝是戒定慧啊。好、哦，所以各位啊，了解这点的时啊，咱好好应用在日常生活中。哈、哦，当咱一个人做唔到以后呢，是有亏欠他人的情甲债，哈、哦，他人的情甲债的时啊，相信咱这每个人的心永远是无法度安详甲幸福可言啦。哈、哦，这种现象任何人拢有发生过的经验啊，只是大错小错而已。比如讲，我今日无人甲人中间的感情会济，但是有当时啊，有世间做事的济，我家己拜托你过，拜托你甲斗三工一件代志，吼，啊拜托哇，你甲斗三工钱借我一个，啊是你甲斗经济物件，拢有这种人情的济，吼，拢有这种人情的济，拢有这种济啊，你呐爱以改善以一个方式欢喜心来对咱人生，以后都。我是一个缘结一个善缘，哈、哦，咱有欠人者，咱祈祷祝福，哈、哦，咱祝福。但是，咱欠者的状况之下，啥算欠者？比如讲，我今日甲你买这支麦克笔，你卖我二五块，我一直甲你赚，赚到剩二十块。你的成本十八块，哈，啊你卖二五块，我明明你十八块嘞，你一直甲你赚到剩二十块，勉强卖我，我欠你了，已经欠你了。哦，虽然欢喜你卖我，我已经欠你啊，这嘛咱人情的债。人情的债，好、哦，所以咱呐有这情形啦。比如我要买一个物件，我这你这你偌济，唔就卖开嘴，伊偌济你就买偌济。那无，我的希望买偌济，你欢喜卖我无？我的希望要买偌济，你是唔欢喜卖我无？啊，人欢喜卖我，你才甲买。那无欢喜卖，你勉强买买。我建议各位上好是卖买。这个一开始正得因后世人你爱行，哼，我无骗，因因果果。爱注意，吼、哦，人情的债，吼、哦，这嘛是债，所以什么是中道？欢喜心，两方欢喜心，就是叫中道。咱万行，但是要用中道来做咱的人生。所以咱人啊，最宝贵的是无烦恼，甲无苦恼，确实无烦恼甲无苦恼。一个小朋友啦，少年读书的时候，啊，来开智慧，伊就讲爱耍。啊，来了爸爸妈妈就倒了，倒我囡仔拢唔读册啦，爱耍啦，死过去啦，吼、哦，啊一出去就不回来啦，安怎啦？好、啊，爸爸妈妈等到归暝啦。那娶来各位啊，恁哪有亲戚朋友有这个囡仔，安尼来娶恁催恁的时啊？好、哦，你们不要马上都讲，对老爸老母这个骂惨了，跳了个骂了，跳了这个拍惨了就对，爱注意。你要跳了拍惨了，断佛种性，爱注意哦。每餐那是等不精忠贤，爱注意哦。好，那么呢，一个方式，我咧出去佚佗会使呢，你尽量出去佚佗，无要紧。但是你若出去佚佗，你是不是讲感觉心里足安，有烦恼无？敢问讲你有苦恼、有烦恼无？啊，伊若讲无烦恼、无苦恼，必定有原因。伊一定拢十个九个九拢有我有苦恼。啊，为什么会有苦恼？为什么有苦恼？啊！你的苦恼是咪倒来呢？你伫被你困的被砍的时候，烦恼赶会走无？赶得走啊？赶会走无？
啊，迄有诶囡仔都袂啦，还是造成足奇怪，米皮底伊嘛足个，家己足个皮底入面，吼，啊你走去变数，伊嘛足个变数入面，烦恼永远对着咱男性骨边啊，吼，那么咱修行诶方法呢，都是断掉烦恼，所以啊，我甲小朋友你，你要尽量不要有烦恼发生，吼，烦恼发生呢，诶是啊，你一定袂快乐。你即使咧，你外口四界去咧，甲朋友四界玩诶，我相信你嘛未快乐，未快乐啊！你的人生你就感觉全部价值咧。甲讲讲，伊说囡仔都要精神起来，等下囡仔怎啊乖起来，家姐怎啊怎啊乖起来。好，所以咱人是来世间，上惊诶物件咧，烦恼。来世间无啥，拢惊烦恼一项咧，即个甲咱烦恼这两字吼，甲咱人白甲死死，有要拖咧地角，甲咱烦恼这两字拖咧地角。啊！你要断掉烦恼呢？戒定慧、戒定慧、戒定慧，这三项，这三项呢？戒贪，哈、啊，戒嗔、戒痴，哈、啊，啊，戒贪、戒痴的都落有那定，啊，这嗔呢？你搞生气了，心那心会定啊，啊，都有智慧啊。这个第一个条件就是安尼来，安尼来，安尼来，哈、啊。然后呢，再个转到这来，这家来定，哈、哦，定心定力，咱就袂贪，哈、哦，定力咱就袂生气，定力会生出智慧来，他说安尼一直延续安尼来，好、哦，这流程啊，好各位啊，你也甲研究起来，你感觉足趣味的就是，所以咱来世间啊，断除烦恼的方法啊，就是这个以戒定慧的，哈、哦，戒定慧啊。咱有法度叫做断除烦恼，哈。咱大家看嘛，咱嘞吼，所以咱人最宝贵无烦恼甲苦恼，伊是心安无跨界境界。佛啦，甲咱教佛教是咱讲，咱人生最宝贵，唔是名利的显赫，并唔是现在我做总统。那比如啊，我去做美国总统啊，四年嘛是爱乱。好、哦，嘛是安尼样，要我较输一个固定的这个，或者这个职员，伊大脚徛较久嘞，哈、哦，大脚徛较久嘞，是咱心无跨界，上好光明的心境。咱来世间上宝贵，就是心无跨界，上好光明的心境啊。咱大家看嘛啦，天下自古以来有风之气。四界走东西南北，四界走之客啊，大修行家，哈，而且四界走这叫做变成游荒和尚啦，好、哦，瑜伽行者啦，好、哦，修行家啦，好、哦，因的举止威仪啊，是遐尼安详呢，好、哦，遐尼安，当时释迦牟尼佛啊，一住世时啊，一对弟子的传法，九八正道，叫人反省。忏悔一定要拜师的时啊，先爱一早暗吼，一定规工呢，好好啊想去忏悔规工。啊，七天以后呢，心所有烦恼放下以后呢，才进入释迦佛陀的这个，哈、啊，这个僧团，哈、啊，这个修行了以后呢，伊这个叫做所有的入去个修行个忏悔呢，那么因出去的行路啦。甲普通的法门的行路无相像，好，伫咱佛陀弟子的门下，所以才出门的行，也行，伫行路遐尼安详，遐尼安详，看了遐无烦恼。所以当时啊，释迦佛陀啊，伊的弟子大弟子啊，迄阵呢，那是大家伊的话，伊看到大家话一个。一个地主嘞，吼、哦，看伊咧行路，遐尼安详，遐尼无烦恼，伊就哎，这那搭一个啥人的地主在行路，遐尼逍遥，遐尼自在安详，无惊吓呢？啊，我哪会伊去做一个教主啊？吼、哦，迄阵伊是一个教主啊，哪会这心呢？这才袂安，袂安啊呢？啊、哦，这上大原理嘞，那佛啊，甲咱讲三界贪嗔痴。戒毒以后呢，伊毕竟都作为反省忏悔的方法，哈、哦，一目标，这指标，这框框就对了。了呢，所以
佛陀的门下的弟子啊，你行路行住坐卧呢，感觉真正安详啊！这个人生来世间的心境，啊，光明的心境。那得话都得来，自古以来啦，天下王侯将相，哪一位的心境会当安详呢？江山行皇帝哩，咱东朝的时啊，这一挂皇帝啦，皇帝王爷贵族，伊为了保要确保伊的天下，确保伊的天下咧，那么伊咧，伊就是有这个，将这天下名人异士、地理先生、天象官、天文学家，拢请入去来供养，请入去供养。来保持个国家，将风水找较好个，厝较好个，拢做一个，拢就是金嘞。好，所以惊人断掉伊个天下，惊人嘞断掉伊个当伊个前途，惊人嘞比伊较敖。所以一生活中间嘞，无一时心，无一时安，惊惊吓吓。好，安尼所得就是啥呢？好。所以释迦牟尼佛啊，伊咧将咱放下名甲利的贪嗔痴的心啊，咱会用哦，这个叫做将这个下气吼、哦、下气，这贪嗔痴烦恼的尽啊下掉，啊心真正安详。所以佛陀啊，释迦牟尼佛啦，伊才体会讲，咱人吼上宝贵就是无烦恼，无烦恼的人啊，无苦恼的人啊，吼、哦，这是上好呀，上好呀。但是，那不是讲甲讲各位诶，咱叫做诶啊，舍弃世间的名利，一切放掉，不是这意思。咱来做事业诶，咱尽力去做，功德啦，或者功德碑啊，功德碑啊。功德碑啊，功德碑啊，迄意思就叫做爱较有功德做生意、做事业，咱心会安。好、哦，然后呢，咱爱知影知因感恩，知影讲咱平常我做这事业，一定都是有人报施来钱报施来，好、哦，人就原料给咱，给咱，我就爱感恩呢。感恩了，然后呢，我才做呢，啊，知因我物件做好，然后呢，佫给啊消费者来使用，迄就报恩。咱来本着这个知恩、感恩、报恩来做嘞，咱人的人生嘞，上快乐、上好呀。那无这个心啊，你卡侪钱都无用，一定生活未安。所以各位啊，咱啊爱好好去领悟佛的佛法。好，咱每一个人伫世间呐，哈，伫世间，无论是偌大、偌小，拢离不开。大的问题，离不开居住的问题。好，那处境的问题呢，就是讲，那心嘛要安，爱无烦恼。好，变成咱一间厝子来，感觉真正清爽。好，佮充满着光明。一时啊，相信各位啊，心一定就是真正清爽，无烦恼，安详。若是啊，咱一间厝子呢，好，变成大了袂平安，袂平安呢，百病出来，囡仔不听话。规家伙啊，讲话大声细声，福甲咪家庭不宁。啊，外面的人来弄搞相加，吼、哦，啊，咱阁无智慧，都内底起起哄哄就加起啊，加起到最后的时候呢，就苦恼、烦恼出来，苦恼出来尔，好、哦，并无啥来，烦恼出来，好、哦，那么烦恼出来时啊，咱经过加多就衰了，加到就摔下去了。所以风水地理并不是讲对人无帮助。风水地理，风水就是环境、生活居住的环境啊。咱呐，我当然在依个这妙法、环境妙法呢，咱来甲真适当诶，咱来甲调整。短短的时间，短短有半工、两点钟、三点钟、一工解决掉呀。你出去人生啊，烦恼会减少。好，因为都这问题呢，我唔知啊，我咧要成立咧，咱先复习。好，先佛寺咧，好，这个功德会，好多是人间净土，人间净土咧，
功德会。哈，先来讲人间净土功德会，就是讲这样成立这功德会宗旨的，就是解决一寡有困难、有贫苦的人，伊无钱好改善伊的厝，无钱好含包括换只新的门都无啊换，啊是厝内底大客家呢，啊有门开唔到的，因为有一个外门咧，可以全家咧未平安。好，爱互人救者真艰苦。好，因为安尼时啊，我必须咱呢成立这个会时，咱集共同的力量。好，一人一百块，一个人一百块，共同一个基金会哦。啊，以后若困难呢，咱大概派人有这只地主咧，学习到真好的地主啊，去甲改善伊的居住的问题。钱呢，咱再来甲出，再基金会以后啊，再咱拨去，直接拨甲解决居住的问题。后摆伊就免阁用救济啊，免阁用救济，就是紧救掉去啊。紧救掉是安怎来的？是不是社会会相好？吼、哦，社会会相好。或、啊、者就是啊，我诶，奉咱王禅老祖几个神书啊，大慈大悲啊，吼、哦，了解的人生，吼、哦，这个人生会通过世间社会诶个原因啊，吼、哦，甲这有足大诶关系。吼、哦，所以啊，咱诶，我智慧的风水真经。好，风水真经传出来以后呢，好，就想希望讲家家户户啊，咱会当在居住的问题，会当平安，就无咧苦恼，就无咧烦恼。好，所以人在世间最大的敌人，人在世间上最大的敌人啊，人在世间上大的敌人是烦恼，是烦恼，哈、哦、哈，啊，不是无钱，不是无名，无利，哈、哦，是烦恼最大的敌人啊！各位啊，希望不要再造过卡这些烦恼来，好、哦，安尼呢，咱的人生呢，得行呢，会充满着欢喜，充满着希望，充满着幸福啊，光明。今日呢，咱课呢，哈、哦，到这一段落。